更像背后的那个砖头哎、欸，不是红砖头，那不是砖头，那个地狱砖，那不是砖头，地狱砖和红砖头哪一个比较像？都不是，你放可可豆，阿基哥，等一下，等一下，剩我了，对，对呀，为什么你要凋零？你要凋零？你不是召唤头颅高手吗？你怎么会用？我不招了呢，题目要求啊，题目要求好难的，快了，时间快到了。好了，把这画师画师贴住一下。啊，这样子吧，就这样子吧，这样子，就这样子。好的。怎么又一样的东西啊？哦，哇哇，这个是。化妆品，什么这个？哇！为什么都要有这个奇怪的东西？奇怪的，那个是很正常的东西，好不好？头上，就是头上为什么都有那个？那个你啊，你不了解，你不了解。你不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个？我真的好，我真的不懂。等一下巧克力就懂，桃子，巧克力给你剪。我为什么一定要懂了？什么斧什么头吗？啊！为什么东西存在？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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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误会了，误会了。头纱，头纱，头纱，那已经造成危机的困扰了。头纱，头纱是头纱，头纱。你知道那危机你乱更新，他们就会把它锁起来，造成人力的困扰。红色斧头。这到底是哇哇哇那个盖叔那样吗商业王的人啊走了走了这次我出的很正常啊而且我看不懂同龄同志粉丝散出来要被击破击破看不懂反应盖这个是什么欸少一根火把那个不是现在进行时阿比这个阿比，你少一根火把。那个是一个假，我不了解那个是一个假设，两边要有这两个。等一下请巧克力解释好了。要我要我。阿基小雨 ，Go Go！ 嗯，我喊呢。好，我要发挥想象力喽。好，好。反正最后了嘛，我抢谁？你是最后了吗？谁盖的？还是有多么的？还没吗？是最后第三场结束了，这盖赛完就没了，是吧？已经盖了三次了，希望三次吧？盖三次了吗？感觉三次了啊！上吧 ，Go Go！ 啊不！哎，小雨，嗨，海豚死掉了。为什么？知道太浅吗？搁浅。他搁浅了吗？有了有了有了！我要投 B 剧院了。哎呦！会怎么？还蛮像的。厉害哦！首先，哎，我登上火星的那一刻，有吗？是不是？哦，我可以。等下，你干嘛打掉他头纱？头纱？头纱呢？我不可以打掉他的东西。破坏兄弟，扶一下，扶一下，扶一下，飞到火星求婚很 OK。那个，我的创作，哎，你为什么创作这三个头东西代表什么？头纱，头纱，头纱虫子，哪里的头纱长这个样子？头纱，好不好？中国式的头纱。哦。阿比猜什么？飞到火星求婚？哎，对啊，我刚刚有拿到团团头，就拿到团。哦，上面是火星，我想说只有看下面。哦，火星在这，这还不错。我开始看下面这个看超久，想到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想说在火星火箭里面求婚有没有？还有上面，还有上面，有头上。
哎呦，这又是什么？你先看小雨猜的啊。地球搭到火星。哦。然后你的老婆变成那个尾巴的头火焰。不是，啊、它的喷射啊。那这个前面是什么？地球火星是不是？地球毁灭，太狂了吧！好狂啊！我觉得这个时刻不求婚，你要跟戴何时？没有啊，也是啊，也是啊。因为小雨是猜的时候啊，的时候想说就是像刚刚讲的嘛，对啊，正在进行。哦，太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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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豪华游轮上的游泳池，你发现求婚戒指。哦，他本来想说什么烧王船之类的。为什么要烧？不要烧！你看那泳池里面有没有一个钻戒？一点都不高级。哎，跟高级不见得船呢，很高级。他十分钟打造出这样的，很没有猜高级是才是对的，好不好？因为这个船真的猜不了高级啊。等下有人就不见了哦，这泳池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盖的更奇怪吧？这是盖的空气的水？为什么？游轮呢？游轮变这个？为什么？这是一般的船。酷！停下！停下！酷！他是在那边发现钻戒，然后之后穿上了内裤。穿上内裤，把钻戒藏到内裤里。没拿到钻戒是没穿内裤的意思的哦。原来哦哦哇！哎，你的海豚都死光了。我的海豚都死光了。悬空的都死了，是不是？太浅了，太浅了。我放在水里，然后就死掉了。而且潜水求婚，而且两个都下跪，那个浅，那个浅。很浅的水，很浅，超浅啊！是好浅哦，是啊，是啊，是蛮浅的，非常的浅，没时间倒水哦。我在兔子咖啡厅要有气球，能不能车美颜偷偷那个的，还有限制哦，还有限制哦，哎，太好笑了，哎，你们太棒了，完美。这里满满气球的兔子咖啡厅，对不对？哇，都有都有哦，球风盖的，黄的，咖啡厅呢？咖啡厅呢？咖啡厅呢？咖啡厅长这样，咖啡厅露天的，这太露天了吧？露天的咖啡厅，咖啡的意思吗？咖啡，就是养殖场啊，变养殖场的啦，还蛮像养殖场的，有没有？都大便吗？兔子大便？不是兔子，那是兔子大便。大便，原来啊！打我，你好打爆的兔子大便，原来是大便啊！烂透了，哎，这个不错哦，兔子大便。哎，钻石不见了，中间有没有一颗钻石？就说不能用 Q 的，会消失。兔子养殖场。四周都是兔子跟七彩气球的乐园。哎、欸，其实兔子养殖场跟那个、兔子咖啡厅好像也差不多哈，差很多，多打不行啊，怪怪哦，不要养殖场了，不要了，养殖场就很恐怖了，好不好？养殖兔子想干嘛？领养代替购买，领养代替购买，领养代替购买，真的。下一个，海边看夕阳，夕阳时候，对啊，这是小雨，这里的海已经没有海了。你看那个海，这个海已经干掉了吧？不是啊，干掉了。他想要，我想做出那种倒影是什么的啊？而且我就断线了嘛。你还是要铺一层水，干掉了。看夕阳，夕阳是夕阳，可以可以。告白求婚。有啊，哈基猜得到啊，这么棒！哎，奇怪，没有海边，竟然也海边海也做出来了，海又出来了，我巧克力自行想象是不是？我感受出哈基想要表达的，有没有？哦，自己弄了一个，对啊，还有没有？还有个爱心，挖一个爱心的坑，哇，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可以。
你不喜欢蜡烛吗？还好，普通。哎呦，就变成这个蜡烛，这个还少了一个。不要点这个吗？连蓝都不见了，海龟求婚了。等一下，他这边还少一个火把，他这边还少一个火把。哇！没有夕阳了，没有夕阳了，没有夕阳了，有，太阳西下，有，满意满意吗，小雨？我可以不要插这种蜡烛，很像什么在祭祀哎、欸。召唤啊，简单就好，简单就好，祭拜你的单身已死去。不错啊，不错啊，这个不错。杰克啊，先猜一下，这我会猜什么？设计的谜题，他这个。超长、这超难啊！设计的谜题，导演到初次见面的地方，校园求婚。哦，抱歉，我只能保留在校园求婚了。这是校园，另一半有点难找、哦。他那个前面那漏漏等的有没有完全？对啊，没有，抱歉。前面就直接省略，直接省略，那盖不出来、啊，怎么盖啊？对啊，来点红石小红石机关。初次见面就到校园，这个变教堂了。解锁成就，送你钻石。对啊，他只有一颗钻呢，不，一堆钻石嘞，一堆。太好笑了，哈基盖勒，果然是在玩指令的。哇，他已经盖超久，他已经盖十分钟都在玩指令，在玩指令。哇，手把它弄出来，手弄出来，指令一直打错，然后还要举手，没有其他人，没有人的教堂。我没有猜那个全裸就很好了，全裸还没有衣服，来呢，想你出现了、哎、教堂里，好窄哦，好窄哦，你等一下，他这还跑出来了，是不是？婚纱冲出来了、欸，那个太有梗了。哇，这个婚纱太猛了！你之前不是也才求婚吗？那时候没有那四个字啊，怎么现在有了？我也是在想说那个刀，为什么太厉了？太厉了！求婚要不用想，有本事就好，你不要被改变，你被荼毒了，哇哇，两个团团。在新团跟团团求婚，你知道我这边有没有放哈基的头颅？但是，算了。不是，我今天看到这个超傻眼的，星空下照镜子，多一个第三者，这边有没有放哈基？没有星空哎，有啊，有星空，原本有，但是就是你是要丢一堆星星吧？你丢的亲友，亲友只有一个，这是亲友啊。亲友也是自己啊，求婚也是自己跟自己求婚，那亲友还在海里，超可怜。换了，亲友在海裡，亲友为什么要泡在海里？对，就泡在水里。大家都很喜欢海边呢、欸，海边亲友都看着夕阳，没有要看的，是吧？亲友都在看海呀、啊，看着泡泡结婚，亲友都在。亲友都在海里看呢、啊哦，不是看海里看跟海里看的海里。哎，有一个在海里看啊，还有溺水的是，有一个在感觉大家在看那个海里的，看那个溺水的，你不接受他就要死了哦。转头看，哎、欸，我舅舅溺水了，我们结婚吧。所以这个是夏威夷海滩。自己想象好不好？夏威夷你怎么干、啊？不是啊，那个床，这两张床是什么意思？哎、欸，我觉得这个七年啊，这个就是在这两个啊，这两个都七年啊。对，别夏威夷带着小朋友去玩也可以，好不好？哦，可以啊，好好好，没事没事，坐小船可以可以，有像。真的超难去纽西兰，坐飞机纽西兰。我跟你讲，哇，指定国家还要有个纽西兰，超难画，所以我就想，结果就只有一个黑黑的了，底下有一大堆蓝色的国旗，蓝色的旗，这个是人还是飞机啊？飞机吧。下面都是人。你说这两个都是人，我都相信哎、欸。对，我觉得两个都是人，我也信。重点是这个人没有跳伞的背包，他对啊，会摔就跳死了，应该不太行哦。
都是很大。然后空跳伞，其实没有伞，好猛！杰克竟然猜得出来哎、欸，可是我没有看到伞啊。对啊，然后从飞机跳下来，应该是盖的还蛮猛的，就是两个人都是同一个伞。跳伞啊，这样你才听得到你跳伞说在讲什么，好不好？我本来以为他是想跳下来，就从上面跳下来，就是就算这样也听不太到啊，相信。对啊，你就用喊的，我跟你说。然后那风就说什么？你嘴巴应该吵的，超吵。耳朵是什么？飘零头，跟那个海底求婚差不多的感觉，真的完全看不到。哎呦，他很帅。哎，鸡怎么见了？哎，绳子怎么不见了？鸡生了一个蛋。哦，绳子变鸡了，它原本上面还有拴绳。你们酸神的，酸神的，哎呦哎呦，不错哦，这个太狂了，太萌了，有有有，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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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结束结束，再有偏说，哎，我跟你说，我们刚刚忘了带伞了。我们忘了带伞，你说什么？我跟你说，什么你要跟我求婚？不是，我们忘了带伞，死定了！你这样子好酷哦，酷个头啊！我这边我是说这个爱心降落伞啊，我说爱心降落，好酷哦，好酷哦，我们没带伞，好酷哦，太酷了，不是没带伞，好酷，好酷，那个先怕爆吧，太好笑了。结果大家都要在海边，其实台湾的海边一点都不美丽。对啊，所以你有慎选过是不是？这还是烤肉吧，烤肉比较好，所以烤肉比海边美。好吧，哎，我这飞机台湾好像因为台湾的沙子比较偏黑，所以看起来脏脏的，也比较大颗。嗯，踩在沙地上其实不太舒服，踩在上面脚会痛。所以这个环岛有没有？环岛就是为了去敞刊，花一天的时间去敞刊。最后决定还是在烤肉，烤肉的事，好不好？很干，我还是这么有得吃，有没有？有吃又有俩。对，求婚成功，休息休息了，恭喜恭喜恭喜！好，结尾休息休息。我想把这个完整一下。丘比，不要再叫我了，吵死！好啦，感谢大家收看。对啊，对不起。感谢大家收看啦，因为发生很多事情，播了快20天没开台啊，很抱歉大家。哎呀，班，没有想到会拖这么久，说去台中庆生一下啊，回来啊，就等一下再讲好了，先关那个字结尾。好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看其他系列有的没的，帮我点个订阅、赞、分享。谢谢大家，拜拜。